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罗北北偶像。这期视频是一个小长假出行了，顺便去看看新疆棉设施品牌现在的线下店经营怎么样。然后我也在网上种草了几双国潮的鞋，但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图总是有点差距，所以我打算去线下店看一看，如果要是很称心的话，我打算淘一双回来。出发了，朋友们。我发现我屋里的灯光还是很好的吧，看就是室外的话就有点拉胯了。我昨天晚上下雨了，所以现在的空气真的是非常的清新，然后伴随着鸟叫出门。我说奢侈品牌，不是奢侈品牌。塌了，重新来。塌了，并没有重来，老懒蛋了。虽然刚分开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和小恐龙下一次见面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了给罗北一键3连哦。